11月6号是谢楠的生日，他通过微博晒出一组和生日相关的照片，并配文写道：爱是一件很私人的小事儿，幸福也是。照片中有一张是一张餐桌照，虽然没有人入镜，但布置得相当浪漫，西餐、红酒、玫瑰花瓣尽显温馨。另外是大儿子无所谓送给妈妈的贺卡，上面写有 Happy I like mom 的字样。不仅如此，还有自己的画作，四座高矮的房子分别代表着爸爸妈妈、他以及弟弟，超级暖心。稍后老公吴京转发此温馨微博，并隔空示爱称：你的事儿都不是小事儿，生日快乐，相当的爷们儿，恩爱溢出屏幕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真的好甜呀，神仙爱情呀，成熟男人的表现了，明白了家的重要性，明白了爱人的重要性，啥都不怕，就怕吴京说情话。